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九月秋霞来醉客，群英会盟画太极。太极拳呢，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承的传统的儒道哲学当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是太极拳的核心思想，即以养性情、强身健体、抗击对抗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太极拳流派非常的众多，群众基础也非常广泛，因此成为中国武术拳种中非常具有生命力的一支，也是世界第一运动。那为了更好的推广太极文化，让大家更好的学习了解太极拳的历史发展的练习技法，在一赛一协期间呢，我们组织了各大流派代表性人物进行义务讲座。今天下午啊，首先和大家见面的是武士太极拳名家翟维传。在这儿呢，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翟老师。翟维传1942年生于武士太极拳发源地河北永年广府古城，武士太极拳第五代嫡亲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代武士太极拳代表人物，河南大学邯郸学院的客座教授，河北省武术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邯郸市武术协会荣誉主席，出版书籍和教学片30余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翟老师。有请翟老师。翟老师您好，您请坐。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请翟老师从武士太极拳的一些特点啊，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士太极拳的特征。开始吧。武士太极拳呀，是永年邯郸广府吴余相所传，距今呢有170-180年了。因为武士太极拳它是官宦教，不是一上来就开始广泛的教拳，它是官宦教，以这个聚落为主，因为说传人很少，到第三代何为镇这在小边去广开了传拳，所以武士太极拳练劲儿吧比各派太极拳少点儿。不过这也是五大流派之一，陈阳武无孙，是吧？因为武士太极拳在开创了历史的先河，1852年他就把太极拳通过吴余相立业于，那太极拳从理论上形成一个整体的这个理论体系，以前都是心传口授，现在呀有文字的记载，叫后代的都好说啊。武士太极拳特别要求一个什么功夫嘞？就要求内外相合，因为太极拳从人身呢说，太极与拳的结合是怎么样的？太极是人身上的物质变化的运动，它是体内的变化运动，比如说精神意念气啊，它配合结合外部肢体的拳形成了太极拳。它的特点，不过这个太极拳呀，从各部的太极拳都是道理理论是一样的，因为传到现在都是几代人了，不断的改进，不断的修缮，有很多不同之处。小编我给说说这个武士太极拳方面的这个去外边的不同之处。以前我给第一个讲什么？讲松沉。松沉是吗？松是松弛的松，沉是沉下心的沉是吗？不是松弛的松，是放松的松。放松的松。必须得放松。因为这个松啊，各界的各派的他都议论这个松。
文章发表也不少。不过这个问题因为台阶它是矛盾所产生对立的同意，你很松懈了也不行，你很刚柔了也不行，很刚了也不行，要不然都是占这个中，就是说中庸之道，太极拳就是中庸之道。太极拳跟胖手拳不同的地招就是，你好比说少林啦，什么外家拳啦，就是打打杀杀的。太极拳它是个文明拳，它是和谐拳，它讲究中庸，它讲究站在这个站在被动的趋势去征服有劲的。就跟那这个易经上的这个老子说的反之道之动，他不去先动的。所以太极拳又有了从人，要从人，要不丢，要不顶，他从这个里头找东西的。不是说我练的劲大，我先下手为强，那都是外面的东西。武士太极拳，各派太极拳都要求，都是同一的口径。不过练到现在，练的有离太极拳要求近的，有离太极拳要求远的，所以这个太极拳在不同层次上有不同的认识，武士太极拳这个功夫嘛，很重要，讲究内外相合，内的精神意念起或外边的肢体相合，它才能产生效果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广场里练的太极拳都练成太极操了，它就注重外表的动作，怎么美观，怎么打扮，怎么圆活，他就不注重内在的配合，所以太极拳很难上功夫。那翟老师啊，您刚才说了武士太极拳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松沉，是吗？这个的话，怎么让我们现场的观众去体会到这种松沉的感觉呢？很好，很好体会。这个松沉呀，在我通过60余年的练功体会，我是专门研究武士太极拳练，因为说因天生的这个有利的条件吧，我的老师就给我是隔墙邻居，因为我老两个老师教我都是住得很近，跟随老师40余年，取得的这点成绩，是吧？我叫大家伙都受益，起码这个不管什么拳，你得先拿身体练好了，才能搞积极的。你身体都不行，你积极还怎么说啊？你就变得不整体了。起码还个健身，最健身。我感觉我已经76了，我要不是练太极拳，我早就走了。因为说开了20年拖拉机，在过去道路不平的情况下，顿大的情况下，能现在活到现在，体格也有好。这是受益于太极拳，现在我给把这个松沉的功夫，我教我的儿子啊，就是教他给表演表演，教大家伙也可以互动，也可以随着他动，教他给讲讲，在放松的情况下，松紧的情况下，在这个矛盾的产生的情况下。怎么去练？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掌声有请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河北省武术协会副秘书长翟世宗。翟老师，跟我们来演练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是理论结合实际哈，我们一起让现场的朋友大饱眼福。这个东西呀，这个不管你是练武士太极拳的，不是练武士太极拳的啊。你是不是练拳的？你说了这个终身受益，啊。
太极拳讲啊，动之则分，静之则合。这一动就得分出来阴阳，分什么？分阴阳。再一静就得合阴阳。在他表现的这个上头，两个手上碰的时候，身体往下，身体往下松沉是阴，手往上碰是阳，它是一个阴阳相济。在他往下按的时候，精神往上起，身体往上起，它又是一个阴阳，哎，又是个阴阳相济。那刚才翟老师完成的这个就是这个松沉嘛，这个主要是体现这种松沉的功法，这个功法叫什么？叫上下矛盾桩，或者叫上下矛盾功，很简单，就是一上一下啊，但是它又很不简单。我父亲每天还在自己有时间还在再做几分钟这个功法，哎，看似很简单，咱们练了20年太极的，你都可以，你自己也都可以站起来，你做一下，你都不一定能做的那么到位，哎，怎么叫到位？比如说像起势一样，起好步以后，然后手往上是松，手往上为阳，身体往下为阴，手往下为阴，身体往上为阳，手往上要松，胳膊上一点劲儿不要有，要去放松，手往下要逐渐加力，加什么力？加意念上的力，而不要加着力。你看我做，我没有这么，哎，就是意念上的力。总体人的要求还是松弛的，还是在放松状态下做，哎，但是这个里面就有好多东西要去找到。太极，何为太极？就是阴阳，这个里面所有的对立面都在这个里面。我再做一下。好，我们请翟老师再来做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也可以跟着一起啊，一起来感觉感觉啊，可以站起来感觉一下，不要挡着我们的摄像机就好。你看他手在往上走的时候，身体在往下走，这个我们要什么？要他的，我们叫频率和，哎，什么叫频率和？就是要停都停，要动都动，讲的一动无有不动，一静无有不静。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他手在往上走的这么长的距离中，身体一直在往下走。这样吧，我们请两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谁有兴趣可以来到我们台前啊，两位啊，只限两位好吗？这边这位先生，来，这位女士，来到我们的台前，咱们就这个松沉这啊这样的一个，跟大家来做一个现场的交流。好，来。就是这个你看，你就刚才这个，你们做一下，你看，我让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毛病。现场我们请大师来进行指教哈。对，起，往上起，好，落，一看就是练了好多年，练的时间很长了，他这种上下的这种频率还挺好，哎，但是这里面缺什么？我们在往上走的时候啊，手在什么？我们武师太极拳讲小拇指往里，就是往身体为合，小拇指往外为开。武师太极不同于陈氏太极，陈氏叫缠丝抽丝，哎，我们叫开合。
名字不同，意义完全一样。哎，它往上走的时候，你手你得跟上这个。你看，您可以把话筒先。你看往上合，你得往上捧手的时候要往里合。哎，这个要找到。要放松，不合了的放不松。嗯。这为阴，哎，再这么往下走，要逐渐手要打开。什么叫打开？就是说，我们五式太极拳的呼吸，就是用的这些穴位在呼吸，哎，所以他这个手上，这就叫开、合、呼、吸，这就都有。中了，表姐这个，刚才做了几事，要再猜答啊。刚才做了几事，搁外表嘞是做到50%，哎，可是内来一点也没有，内来一点没有。第一个配气，你的气得吞下去，这个气把下沉，哎，气沉丹田。哎，要放松，松，精神气息。哎，再一个手上要按出来东西，按出来胀啦、热啦、麻啦。哎，再一个内功嘞，怎么才能松沉下去嘞？命门后撑，你们命门都没有后撑，你按着我这儿。好，现场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回来了，翟老师来亲自做示范。应该，你看，这是命门撑，都在开，身体都在开，都在动。哎，这就是内里面动，光外表就不够了。为什么在这配合？就是内外相合。你要手不变，手先招，你往下做，啥也感觉不到，就是没有动静。你手一合，一放松，哎。这就气就到了脚上了，哎，我们五式太极讲内气它牵转，内气气儿的形成就是内气跟内的能牵转，哎，这才能达到要求的。要不说这个东西不是光求外表的，哎，得求内在的东西，哎，再一个从健身上怎么得到好处了？从健身上，我们这个呼吸不是是闭着嘴呼吸的，它是两个劳宫穴，两个涌泉穴，它也是都是往丹田里走气。好，刚才翟老师又讲到了呼吸，哎、是吧、哎？那我们感谢两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哎，您，所以要谢谢您，要内外都要练，对，才能对身体有好处。谢谢啊，谢谢、哎。刚才呢，翟老师首先讲到了松沉，来，翟老师您请坐。那接下来刚才您提到了呼吸，那在五式这个太极拳当中，呼吸又有什么样的讲究呢？跟我们现场的朋友来说一说。呼吸也略有不同，因为各派太极拳都知道呼吸不是用鼻子用嘴呼吸的，因为这个要求太极拳要求是腹式呼吸，一叫是逆呼吸，哎，不是是闭的，闭的嘴是维持生命的呼吸，它是胸，它是肺，这个胸式呼吸，它不能达到腹式，哎，为了休养大天之气，就得是腹式呼吸，通过两个劳宫穴，两个涌泉穴，它在松的时候是往里头进气来。它在开的时候是往外出气的，所以你练这个练不到多长时间，你感觉手上气感很重，哎，不是麻就是胀就是热，哎，感觉命门这里都出汗，哎，这才能练到一定程度来，练才能上功夫的，不是光通过外表的锻炼，在健身上通过。
扶持这个雄狮这个王小晨起，晨起这个开河引患，开湖河泄，红哥们儿，沈阳这个红哥们儿升降，他在升降起到了五脏六腑的按摩作用。所以说你练这个太极拳，五脏六腑都能得到锻炼。刚才讲到了呼吸，那谢谢翟老师。我们再来讲讲啊，就是还有一个方面，据我了解到的五式太极拳叫做守规矩，这三个字又如何去理解呢？这个太极拳呀，在我们永年串里有三种套路，分大家的、中家的、小家的。太极拳府里有一个这个说法，先求开展，后求紧凑。像这开展脚的，那是练外表的，就是练外表肢体，拉开筋骨，拉开，腿上脸上有筋，练肢体嘞。到这个中力脚的，就跟外三合结合起来了，因为说出手，脚跟手合，肘跟气合，肩跟口合，他就能到外三合了，是吧？在那个内功了，你配上了。就是小劲儿，还有一种小劲儿转小圈儿，那就适合击击了。要不说这是三层，就是一个层次一个人设。你说小了好，紧凑了好，咱练紧凑，光练紧凑不练开展行不行？那是不行的，一层功夫一层上进，你没有这个开展的功夫，你这个手紧凑的功夫就练不到身的。因为说他越练越跟内部的配合的好。比如说我给笔记一个事啊。好，我们继续请翟老师来跟我们来。比如说现在一样是太极拳，他要求开展，他这个红的圈挺大，从这儿走，这个路远呀，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五式太极拳，你就搁这儿提起来了。五式太极拳是这样子。就在这儿了。你要再小的时候，一这几个胸线就这个外侧不能过外侧，提起来。再小这就动了，这就能起上作用了，是吧？这个动小，要不说。要不我说我感觉我练的这是研究了六十余年太极拳，不管什么太极拳，你得往小里头受，你不往小里头受是上不完一辈子，仅仅是加深上不去功夫。还有一点是开合是吗？开合也是很有讲究的是吧？开合就是这个陈氏太极拳说的缠丝筋了，内缠外缠了，里缠外缠了，在我们这个开合上就是往内旋，这就是合，这是开，不是开，又开变合，又合变开。可是广东的这个仅仅是外表，他得给宋金配合上。你喝的时候必须说气沉丹田，沉下去得放松，一点儿劲力不使。你开的时候慢慢将就做完旋掌，一念上手。要不我教人的时候说，你开喝的功夫能到一念上手了，那就能你就跳出来诵经了。就是几级这个东西就是个诵经。你该送的，该走后，该忍让对方的，就是个送碎。你发力就是一紧，那就是个发力。跳出来送紧了，那才能上去功夫嘞。好的，谢谢翟老师。刚才翟老师呢，从松沉、呼吸、守规矩、开合啊这四个方面，给大家来全新阐释了这个五式太极拳。这个守规矩。
守规矩，再给说说这个守规矩 啊。再来强调一下守规矩这方面的。对了，讲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说的有规矩。五十台阶要求必须得有一个手在中线。好比说我这个手在中线，这个手就在外侧，我不能到这儿。那有的好比说上午好比说上午轻轻腿部夸呼一开开多多转，那是好看。在我们那腿部夸呼是什么，哎，从上一碰，哎，这就是腿部夸呼，不出这个外侧，不出这个外侧，手不出外侧，不出身体的外侧，哎，对吗？你好比说在转换的时候水要转，要把这一转45度，我这个手在这还是起，还是在外侧的，不是我身体在这站，我手搁这出去了，那就是不守规矩。哎，怎么不给这个身体，手给身体，怎么是同意的？你看我手在这儿不转，全身的腰动了，哎，腰一动这不就往前走了，哎，腰一合就回来了，是吧？这不是说手动的，它是以腰为主宰，以腰带动四肢。要不是说上与两手相随，下与两脚相配，它是讲究太极拳讲究个整体观念。哎，一动物又不动，太极拳讲究一动物又不动，动都得动。有懂的有不懂的那就算不对了。哎，现在好比说这个气势，在气势上有很大的区别。气势上，气势上，你看我现在了啊，哎，这个看不出来的也是说玩的不赖，很好，哎，可是要动劲儿就看不出来东西了。其实松，一松两个动指就分嘛，分阴阳，一沉右腿沉好，左腿才能闹起来的。左腿为虚，右腿为实，哎，一扩步到这儿一扩步，身体一移，这是静止则合，阴阳不分了。哎，再把气起用呢，身体把脚一松，嗯，身体把脚为阴，往上为阳，嗯，你看，哎，把脚一那个一坐，精神要一起，这就是阴阳。要是动的时候，必须每动都跟阴阳结合上。因为什么？练太极拳就是练阴阳的，玩太极有时候玩太极拳，有练太极拳。你玩太极拳就是玩阴阳的。这个阴阳是所有对人的概括。为什么叫太极拳？太极就是根据阴阳变化之理而形成，所以说处处一动就得有矛盾，矛盾必须得统一，哎，就是你用好用不好的，哎，这个问题，哎，用好了大家顺当，身体顺当，哎，得劲，越练越舒服，越练越想练。哎，你练不好了，就是有气用了，你气配不对了，哎，气不得劲了，你身体功的气根过了，气根早早就受损了，是吧？要不是太极拳，你得很注意修炼。有的说吧，你想上功夫必须得找个好老师，有好老师理路你才能练好的。比如说我数个套路，我就去广场带人教拳了，我就成个研究会，我就是会长了。你光教个套路能教个东西，教不了东西。要不说这个东西，太极拳这个东西很深奥，很深奥，里头要求的很多。现在我这个教术，在教术方面我教的3-3制，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说法每一个要求都分成初级中级高级。
比如说在套路上前面你初级层次跌倒了，我给你讲中级层次，中级层次跌倒了给你讲高级层次，一步一步提高在中了。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哎，循序渐进。啊，循序渐进的过程。那刚才翟老师给我们讲了啊，理论实际都有了。那今天呢，现场的很多观众朋友，我觉得也都是非常专业的啊，习练太极拳的爱好者。那大家能不能在现场来观看一下咱们武士太极拳这样的一种领略一下风采呢？您看是让我们的翟世宗老师能不能再次来到我们台上，跟大家来习练一套咱们的武士太极拳，让大家看一下。有请翟老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您接下来要打的是什么样的拳头？只经常在外边传授的，因为说180台场得打20分钟，因为咱时间也不够，37式就打一个37式，37式一点10分钟，是吧？你打一本吧，打一本，只要看看就中了。它的开合，它的蓄势，它的变化，它的接的摆口，它的整体的要求，看这个啊。记住了要慢，要教的得到练面不断，该松的一定要松下去，该开的一定教的扎头开。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翟世宗老师。咱们武传统套路啊，和这个国家的竞赛套路一个最大的区别，你比方说这个地毯，武士太极拳就特别不适合在这个上面打，因为什么？因为武士太极拳讲十腿转身，都是这个承载重量这个腿来做你的外摆里扣，更适合在这个上面扭不动，硬路面上。对对对对，哎，这就是传统套路和这个国家套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好的，再次感谢翟老师啊，给我们亲自做这个武士太极拳的示范，让我们看到了武士太极拳的精髓。这个太极拳呀，斗好，就是你练好了斗好，练不好斗不好。武士太极拳讲究啊，武士太极拳啊讲究最不好没有火烧的一底招。不过你练，直到松肉圆和了，各部分配到了，也是很美观，也有很欣赏的价值，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现场咱们的观众朋友啊。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有任何的有关于太极拳，包括习练武士太极拳这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向翟老师来请教。我看到这位先生早早的就举起手来了，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啊，把话筒递过来。好，翟老师你好。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我看翟老师啊，他打了一套拳不是，他刚才解释了一下，不适合在个地毯上练，为啥吗？他说单腿不是那个走化那个用劲是吧？反弹，他是用地上那个反弹劲儿。我刚才看出来，我应该是，但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气沉丹田到底应该是气沉丹田，还是要气，还是继续往下走，沉到涌泉呢？这个东西呀，现实必须得气沉丹田。气沉丹田，人就是修炼丹田之气，丹田之气充足了，你就是精神壮旺。身强力壮，你丹田之气衰老，那就是要有病，不能长寿。所以气门第一步就是气沉丹田。那先壮丹田，把丹田壮起来。不是，你听我说，气沉丹田以后了，再进一步练起功夫了，你就得把小陈就是开明门。拿明门倒开，气直的倒到脚底，因为太极拳讲究进气接根，在发力时候，通过地面的反弹力，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接地气，因为给地，因为它铺的这个软卧，它不接地气，所以在抓化上也不接近，不适合练传统东西。适合练表演的，你就能练，只有气打到小边，才能得到太极拳要求进气与接根，主于腰间，佛于脊背，行于手指，一气呵成，一气呵成，对了，对了，好，还有那位老先生穿对黄色练习服的老先生，这个武士太极拳呀，也很重视这个气沉开合。为了何为真，总是为了一下吧，也是为了做到位，也是为了这体表呀练气了，都有这个气沉开合。你好比说。好比说这先生，起，这一松，这就起，起，开，合，这不是第一个起的，起，成，开，合，这个就是没事儿的，为了做到位，他都做到位，他就该攻嘞。该起嘞，该抓花嘞，第一事开始嘞就是起，在过渡动作，这一起沉好了，
提前好了，我推完了一嘛，这是这个秤了，哎，这个秤了，往下一开就是范蠡嘞，哎，这就是开，哎，一根部的喝，这一算这个事儿的完整，五十三一下是在找家。这个我也都看懂了，但是在那个彭蠡几案咋体现？彭蠡几案跟这个不一样。哦，不一样啊。彭蠡几案呀？哎，不要了，都听见了。彭蠡几案到五十台下，你看央视台前讲究，单身的彭蠡几是吧？再往下一阵儿阵案，五十台下为啥说小巧精凑，精分变好快，是吧？他这一个拿着一手，这是蠡，这是彭，这是几，这往下一抓就是案。就是很快的这几步，这个动作就能做到，在一个事儿里头就有这四个劲的变化。谢谢大师的指导啊！咱们现场还有观众朋友，好，这位先生，嗯，翟老师您，我问一下，这个太极其实在这个就是内气发动之前。去起势还是让它内气发动以后让它自然而起势？这个东西你只要是两太极拳起势，你就得排除重量，思想集中去练这套拳嘞。你只要是起势练起势，你整个这一套套路都得顺下来，哎，这就是一气呵成，哎，必须得动之则奋，还是动之则奋，静之则和。哎，你一动，在这准备好了，放松了，排除重点了。你一动，哎，一松，气完以后一沉，就到这个腿上了。哎，一开，这不开了，是吧？哎，你这就慢慢就是配合的气，配合的开合，配合的松沉，你得都得配合上。那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嘞，不能光注意外表，光注意外表是不行的。这个收拾以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收拾你到时候，好比说我这个拳，哎，是不是？这是，哎，这是收拾是呼气。收拾要呼气，开始是吸气，这都是呼气，一松松下去了，哎，精神提起来了，一收，这算是，哎，这个酒的算完成，都有一定的要求。谢谢老师。好，还有一位女士，嗯，也要有问题问。翟老师你好啊，我想在你们表演当中，在哪一个动作里面能体现出来咱们的泥呼吸和瘦呼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太极拳为之生命的呼吸跟这个练拳的呼吸完全是两码事，没有混淆。好比说我在这练的拳嘞，我在这说的话嘞，你注意呼吸不注意？你不注意呼吸，是吧？不能说，你问我嘞，我听听叫我呼吸呼吸再跟你说哦，那不能。哎，这个闭的呼吸，它是胸式呼吸，哎，它跟完全这个呼吸不一样。只要是你练习太极拳，练习功夫也好，跑套路也好。都是按你呼吸方式呼吸的，没有混淆。好，谢谢。哎，不能混淆。咱们现场还有朋友要提问吗？好，来，这位女士，你说吧。命门开如何开命门？哎呀，这个得通过锻炼，这不通过锻炼不是？你看我这儿嘞。哎，你看，高跟你是说一个分儿吧，为驴
前额命门后唱宋要左靠那要给靠结合左小区那要靠的结合一直在地起来哎，你上来你没有要靠结合你搁这懂上是上小是小幸不胜周身家哎，你一送送下去了哎，一沉沉下去了你给小边完全符合了可以接着地起了哎，抓滑的整体抓滑都有了哎，就结合的好了啊，这个叠树啊这个中的不是要一说就会那都成导师了是吧所以要在不断的习练当中去体会、哎、对、哎、一招一式去体会必须得有老师的指引没有老师的指引练一辈子也不中你也想不到这儿啊好谢谢刚才翟老师也说了我听到就是如果大家要习练的话一定要找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教大家习练太极拳是这样吗翟老师嗯，对是的、嗯不过这个问题又说回来了、嗯、你还没有接触嘞你还不会嘞你知道谁是专业谁好谁来对呀、啊、那这个怎么区分呢、必须你得练一个三年二年嘞你体会老师有东西没有东西了在我们武士太极啊传授上土方式三年释方土三年就是土地方师傅到底有东西没有一能说了东西不能方三年哎我在整营白事嘞哎师傅方土地三年就看你各方面武德方面这个各方面是就是耐力啦能持之以恒不能能坚持不能哎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哎弄这个人亮透了这算这再交给他了以前都是这样现在通过健身了啊你说我就交给你提问你能假着身是吧它是一个长期的积累 哎属于一个长期的积累这个练拳呀不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是终身你只要是练拳你得终身去探求他的我现在练了六十多年武士太极拳了我感觉我还有一百多没有练到身的啊两辈子你也练不到太极拳你也练不好哎也不能就是按太极拳几分就能用上那是不可能的哎不过追求了越离太极拳越练越紧你不去追求的越练也越就脱离了太极拳了那个跟唱拳没有什么区别了是吧要不是现在就是我们这搞推手那是太极拳呀那是死不想有时摔跤有时磕板子有时缺弄那叫太极拳就没有这个动静是吧要不是说现在做假的都到忍是吧哎人们做短的在忍受好的翟老师这边也是有一位哎先生要提出来问题我想问一下好的医生我想问一下骑到丹田里的开就是了它是怎样话怎么开你问的这个特别好因为说这个东西是正体的配合丹田是寸气的寸阳丹田之气的你开合是用两个手身体的松紧哎都得配合的你要一沉你要一沉一起哎起沉丹田了这一合哎歪歪一开一弓这个气就搁手上就出去了它是利用配合为什么叫内外相合内与外必须相合内与外相合你配合了才能起到效果你光知道你趁要打架去你不去配合嘞你怎么叫他出去啊是吧得配合得互相的有连带性的配合今天啊这个现场机会这么难得我们现场有没有习练太极拳的朋友咱们来到台上咱们来做一下这个咱们太极拳的练习我们现场啊让大师给大家来指点一二有吗来这位老师来
啊，咱们稍安勿躁，咱们一个一个来啊，来，这位女士，来来到我们的台前。怎么称呼您？你姓李啊，李女士。你练的什么拳？陈氏啊，陈氏太极拳呀。不过我每个年会我都来参加来，我见了也不少。可是我没练过。你忘记是我给看看吧。好，您来，您来，哎，做两招。啊啊啊啊！行，就是吧，起码你这个有三年了，啊，有三年了。李女士练有多久？没有三年了。哎呀，一年你能练成这个人也不赖，真不赖。再一个就是，主要是现在不管什么拳，配合。你到我们武术台下要求你起腿，你起的高，腿一起起来能挪到了就算了，起的高了费时间呀。你起得高，你落落气气得掌握时间呀，是吧？哎，少起点儿。再一个，手上边动的多，腰口配合少。哎，我动的跟腰的配合上，哎，以腰带手。我在练功上我总结一套啊：动起腰，关肘手，开合配，圆弧走。我准备了这12个字儿。这个是要领，哎，要领啊，对对，很好很好，你练一年能练到这个程度，好好练啊。好的，也感谢李女士，谢谢，啊，好的好的，来，请坐，翟老师。其实这个说到太极拳啊，太极拳是结合易学的阴阳五行之变化，中医经络学、古代的导引术和吐纳术所形成的一种。内外兼修，刚柔相济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拳术，而且这一中华的武术瑰宝已经受到了世界各地人们普遍的推崇。那今天啊，和翟老师的交流，聆听翟老师的教诲，让我们更加深刻了解认识到了武式太极拳。我相信这对我们以后的学习传承创新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启示作用。我们相信短暂的交流将为我们共同弘扬传承壮大的太极文化奠定良好的基础。那今天下午第一场太极拳名家讲座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翟老师哈啊，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今天下午4:30我们将进行第二场讲座，大家也稍事休息一下。我给说个消息啊，就是赵公佩主席每次来都给我练起，现在他是小丁决心了，把武术台拳传授在教座，已经这个组委会都成立好了。这一两天我们见面以后了，要传授武术台拳，谁有心愿意练，也可以参加啊。好的，我们也希望对武式太极拳能够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来加入。好的，再次感谢翟老师，翟老师，我们来稍后休息一下。